家好，欢迎收看国卫七四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阿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参加七国强论坛，我们含台商座谈，台商拢说真叫朱立伦爱选总统。台北市政府和富邦就这双 M 文创副的租金加这管理金谈话讲未落来，我问到即马只是研究买转来台北文创区。来看就是台中婚姻即马拢禁止小撮团的条例出来，拢得议会等你审查。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这啊，国民党主席有那是这新北市长朱立伦，即届是以这新北市长的名义来申请，带团来参加国强论坛。啊，伫这团员的名单内面，有那出现了两名的曙光。今日伫欢迎的内政委员会，就来质询这陆委会主席夏立言这官员。民进党的刘委是批评讲，这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行政的这分寸呢？这夏立言是回应讲，这两位拢请假。新疆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二号出团到中国参加国强论坛，团员名单中出现包括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这六名事务官，有的也是十一级等以上的官员，引发外界质疑超过行政的分寸，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四号邀请立委会主委夏立言这官员备询，那也立委质询时，先是倒三工来讲话，因为大家想过放大看这个代志了。大家都用放大镜来解读，那我想浊浊助浊，清浊助清。我们是依据《两岸关系条例》它九条三项里面也有九条四项的规定。另一立委是批评这官员是假休假，真正切办公室。夏立言回应，六位都是受国政基金会邀请出席，也都依照规定来请假。我以后我们省预算把差旅费通通都删掉，都叫国政基金会出钱啊。没有马英九总统的点头受益，这一些人都没有办法成行的。国政基金会方面均会邀请讨论与讨论议题相关的机关派员参加，相关机关人员则系以特邀嘉宾或特邀专家名义获邀出席，并以个人休假方式参与。不过，被问到政府对这摆国强论坛甲主席会看法，夏立言强调，这摆能促进两岸关系，对两岸互相了解有帮助，政府拢是乐观其成的。也强调，对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国标，而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记者孙华报道。相关两款消息，小弟继续来关心。来关心的是空气的品质。来看是这台中市政府即马要依好空气品质，环保局要来定相关的主题条例，要求这台中火力发电厂四年内面爱好一号到四号已经旧的机组爱来停止烧这粗的碳、粗碳，改用低污染的天然气的燃料，好民众会当吸到清气的空气。台湾市区 PM2.5 一年的平均数超过 WHO 标准的 1.8 倍。市府认为，空气污染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和中梁钢铁。台湾市也要来订定管制酸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条例，要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四年来，从一号到四号这些旧的机组停止搁在烧煤炭，改烧低污染的天然气。那现在的是比较劣质的燃料，所以采用高质的燃料会减少很多的空气污染。根据台中市环保局的统计，火力发电厂加上中梁钢铁烧煤炭的比例占台中市98%。自治条例除了要求降低烧煤使用，改用低污染的天然气，嘛无要再发新的烧煤跟石油焦的使用技巧。我们希望说，在引进比较优质的企业投资的同时，能够淘汰或者是能够有效的管理这一些高污染源的这些企业。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六个县市，伫咧四月中已经联合签署支持禁烧石油焦酸煤政策，希望会使管制污染源的排放。目前除了台中市，云林县嘛一定咧制定相关的自治条例，因希望各地方县市嘛会使做回来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我们来看到这婚姻，婚姻管政府所制定的相关的这主题条例草案，含空气相关的，我那已经摆入去管议会，未来审议。对此，环保团体是真肯定，啊，不过五万条的审议的过程会当公开透明，我那会当在这个会期看是不是会当三通通过嘞。
黄柏林书摕着标语表达诉求，就是要督促政府就宜和媒团的草案用赶紧通过，因为今年有特别防止 PM2.5 等空气污染，而且政府就宜和媒团就条例草案已经有关议会定小委员会拜托定期带回来审议。是希望县长可以动员十三名民进党籍议员，在县议会提议，让自治条例禁烧自治条例成为第一优先的议程。环保团体认为，为了要加速立法，要求阮县长李进勇在开议后马上来提案。但阮县府表示，5月5号开议后是属于议员的职权，目前县府无法度来主导。但要禁烧就有这项媒体自主条例通过，原则是无改变的。我想李县长他对这个议案，他本来就非常的重视。而且也积极在沟通各个党团，希望能够全力来协助，因为这个是攸关全县的那个民众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哈。站在这个出发点，在推动这个议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会期也能够得到所有的议员的一个支持。温广武表示，如果这项自主条例通过，温广内干流就必须为新兴地开始算，今年后未当使用旧油胶，明年后未当来收煤炭。对此，环保团体嘛讲。这期间，管护所发就有这项新闻的口口径，拢应该公开透明，并且邀请国民团体和专家学者严格审查。记者王文尼报道。来看由这富邦集团所经营的这松恩台北文创大楼，和台北市政府经过世界谈判，针对着这营运的权利金甲租金的条款这部分是讲袂落来。富邦是发文，和这台北市政府建议台北市政府看是毋是要甲这文创大楼买断。啊，这台北市文化局长林聪华今日是赶紧向台北市长郭文铁来报告，郭文铁即摆有哪支持文化局爱做好买断来准备了。松烟台北文创大楼和外界质疑是假文创，其实内部商业性质的专柜不少。台湾台科大都和市政府点名爱撤出，不过由富邦经营的台北文创嘛正式反击，发文和市政府要求降价买回台北文创大楼。其实市政府态度一直都蛮强硬的，那最近后来陆续提出的要求越来越无限上纲。或许市政府竞价买回去之后，自营的方式可能会对市民更有利吧。其实对于4月15号，市政府就向富邦台北文创要求提款权利金，24号富邦无同意，已经收到表态，要求市政府降价买回大楼。到5月1号，市政府嘛正式开发每间50000元。5月3号暗时，富邦正式发文给市政府，正式建议市政府经过降价买回文创大楼。4号柯文哲嘛只是文化局做好买回准备，不过文化局长李春华嘛表示，双方协商的过程未歹，富邦若是无接受市政府的交定，在5月1号将台科大铁轨扭出一站楼的空间，会当搁再协商，何必抬头这么强硬？他是只是说，那就是买回吗？也没并没有下这样的指示，但是基本上要做这样的准备了。台北文创不同意这个时间可以协商，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强硬呢？那如果5月不行，可以6月啊；6月不行，可以7月啊。李春华讲，对松烟国际区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有完整的想法，和富邦的谈判嘛无底限。按个富邦嘛表示，未拒绝沟通，只是沟通要合法合理，未当无限上纲。记者伊小区福仔的报道。松烟文创园区的 BOT 案最近伫引起了不少争议，前台北市的文化局长刘伟光今仔出席了这莲花文创产业高峰论坛的时阵来表示，讲即马讨论的声音拢只有针对着单一的企业以及一寡真假的文创，并无就这文创的政策来做讨论。松烟文创园区的真假文创基地，建会哪会哪日？白经手文创园区案的前台北市文化局长刘维光，伫出席莲花文创产区高峰论坛时，讲到这个议题，非常的感慨。我们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讨论的时候，真的要多想到的是产业本身的一些政策内容，撇开政治计算。刘伟光表示，文创园区的整体规划有高级保留区、商业区等不同区域的考量。那讲只针对单一经营企业，或者是单一建筑来批评，非常的不公平。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的讨论，不是讨论单一的企业，不是讨论单一的产业项目，不是讨论单一的事件，它必须放到的是一个创意生态的环境里面去讨论。同款出席活动的文化部长洪孟哲是表示，针对文化创意的议题，未当只干呐重视经济，至于商业甲文创之间的比重安怎择，上好也是保持平衡才会盈利。记者综合报道。
门派看到三年前在首都客运伫这雪山崩坑发生火烧车的事故，有那好这个首都客运决定要伫所有的这大客车顶管弄来装这测距器啊，只有无那无来保持安全的距离，就会这警示的声音出来，而且认为讲这种机械确实会当来防止这挂事故发生。2010年5月7日，雪山崩坑发生通车以来上届严重的火烧车意外。事故原因就是开车的人无甲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为了防止这种意外搁再发生，首都客运陆续在车顶装设测距器，亲像安尼无甲前车保持距离，这个机器就开始哔哔叫。测距器透过镜头影像自动带入公式，像时速100公里就必须保持8到10个车身。开车的人实际使用拢感觉对安全加了一项监控，是比较安全的、啊。但开车习惯会改大幅改变了、啊，就是你不会去说，你就远远知道就要跟车子保持距离了，你就不会说都一时失误跟车子越靠越近这样子。另外，客运车顶也装置有防毒菇的机器。司机若是毒菇，身体一旦有摇来摇去、偏离椅仔位，就出现警示的声音。也毋过，亲像这款包含测距器加防毒菇的规套设备，一台车大约就需要开5万块。考虑成本，目前毋是讲所有国道客运业者拢有装设。车窗啊，这样的一个设备，那我想会对国道客运啊，在雪隧里面的行驶会更安全。那如果它的绩效不错，我也建议说未来国道客运都来考虑啊，加装这样的一个设备。交通学者认为，像雪山崩坑这么长的长崩坑，一旦发生意外，救援不简单。因此，像是测距器这款的防卫设备就真重要。而在国外也是真普遍的设备，建议政府应该爱督导业者全面来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要看的上新的消息，就是将受到注意的，这主席会今仔会在10点半伫诶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来举行咯。啊，因是伫这福建厅来举行这研讨会谈。朱立伦是来强调两岸的关系伫这九二共识的基础顶端继续来推动两岸关系。我那强调讲这两岸好，这亚洲较好。这个时阵嘛，要甲现场连线甲北京，请记者林心怡来做说明。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呢，大家都很关心朱席会。而朱一伦担任党主席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这3天2夜的行程，陆方也是高规格接待。今天最受瞩目的就是今天10点半的朱席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展开。我们来听听看呢，最新的朱席会的现场最新谈话。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攸关两岸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国共两党应该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擘画两党关系发展新前景，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命运。两岸第一次朱席会呢，朱立伦特别强调，两岸好，亚洲才会更好，也当面向习近平喊话，希望能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譬如说，像是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 RCEP 等区域经济整合，而不止在经济，也希望在环保上能有更进一步的携手前进。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的情况，我们将镜头交还给彭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届去中国的重点，除了是主席会以外，伊有哪有含即台商座谈？啊，出席座谈会台商是拢改收听，讲叫伊爱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朱立伦是无正面回应，只有来讲即2016那是为着台湾好，为着国民党好，伊会甲即理念甲政策目标做了更加好。
朱立伦昨在国共论坛开幕式了后，随即率领国民党副秘书长黄昭顺、政协会执行长赖世葆这人，甲150多位的台商会宾，除了关心台湾在大陆发展以外，台商也关心朱立伦在2016年是不是代表国民党竞选总统。要搁面对台商的劝进声音，朱立伦无正面的回应。国民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我们要为人民负责，我们要为下一代负责，我们要为历史负责。台商台顶台下发言真多，也相当关心明年总统大选国民党的选情。多数台商希望朱立伦会使领导国民党参选2016总统大选。现在最有条件跟大陆共产党谈判的，我认为说只有国民党。如果国民党有真的能够出一个敢担当的一个代表呢，我认为会更快速的创造一个两岸的和谐。这是朱立伦出任国民党主席以来头一摆，甲伫中国的台商大型面对面座谈。虽然朱立伦表态无愿意参选，但我台商依然是真支持伊，希望伊承担这项责任。另外，朱立伦表示已经向中方表达会积极加入科学经济合作，亲像 TPP、RCEP 这组织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其他的消息，来看的是这啊，花草茶有农药这代志，起码讲有连这连锁咖啡店嘛，对。这是台北市卫生局最近抽样市面上卖茶米加这花草茶产品，结果25件产品内面有6件无合格，啊，农药在流浪超过标准，啊，其中这啊咖啡弄而且茉莉花茶有那是有农药残留的。就是这间位在台北市观景路的咖啡弄店内卖的茉莉花茶，和卫生局抽样出砂糖剂、三洛松超出农业标准，必须马上收回卖卖。李业者也出面表示，今年4月英国兰事件曝光了后，这个品项的花茶就已经停卖了。英国兰的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再去跟他要，那他还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那我们就把这个品项停卖掉。卫生局表示，除了咖啡弄以外，也包括南京东路上玫瑰夫人卖的玫瑰夫人茶、树林文林路蜜糖饮品卖的菊花茶、周界贸易卖的伯爵红茶，也佮有没有咖啡所卖的玫瑰花茶，以及台东出入牧场卖的六星花茶，总共6件拢是农药残留超过标准。其中咖啡弄的茉莉花茶是以非食用花瓣分装卖予消费者，它已经写明了熏香沐浴用不可以食用。那龙源呢跟万泰是中间的盘商，那两家厂商都有拿到原始的标示，他们都知道是非食品用的。卫生局强调，德化街龙源甲旺泰这两间中药行涉嫌违反食安法，加非食用的花瓣卖予消费者，若是查证属实，会处3万到300万元罚款。另外，出入牧场的六星花茶，经过农委会纠正了后，毋是有机的产品，目前也未收到业者复检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的是中国观光客到高雄旅游的人数，即马增加真侪，有那造成这西雅湾、甲中山大巷附近的交通常常大塞车，有那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即马有特别解决这个问题，观光局讲要对后礼拜开始来实施，讲预约停车，无成约的游览车都袂当载人客入去西雅湾。一台一台游览车在大部分拢是头一摆来台湾旅游的中国籍观光客，这游客来到高雄，每一个拢为这个海港都市翘起大拇指。对西子湾的印象怎么样呢？总体来说还可以，非常的美这个地方。小新姐来自广东，对高雄的印象是清气的街啊，加西雅湾内的头路山。甲伊同款，对高雄旅游的游客人数，当年都创新高，103年达到242万人。占来台六客人数的60%，为在第三业创造未小商机。不过，伫这个同时，也为环境带来负担。像六客一定会来西雅湾，即马已经是交通黑暗区。顶礼拜也阁有200多位的居民跟出大炮来抗议。对此，高雄市观光局已经决定，从5月中开始，伫逐天的下昼3点到7点之间实施预约停车制。我们现在管制措施呢，就是从每天的3点
到七点这四个小时里面，让我们每二十分钟当一个区段，那我二十分钟开放十五辆的游览车进去。那在这个开放的部分呢，我们会做一个预约管制的机制。观光局评估，中山大厦一天开放三十个车位，预约停车每点钟放行四十五台游览车，再加上临海新路边的缓冲区车位，希望会当顺利消化达工平均两百台游览车车条。记者庄夏报道。现在镜头出来，这尼泊尔强烈地震已经进入第九天。阿宅区有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已经101岁老长寿，当被8天了后，总算可能平安救起来。啊，不过是我这偏远地区的宅区，到今拢无看到救援的物资加救援的人员哦。One of them.贵宾中七名107岁阿伯，就是尼泊尔强烈地震八天了后，在协队中被人急救出来幸运者。伊敢若脚板甲手骨头受到轻伤，阁有三名妇女也伫同一天中现天职。这几名幸运者拢是瓦正勇的偏远地区被人找到，当地处境就甲接到曼都东边50公里这庄仔头八天，即搭看过去密密麻麻，街道两边的厝拢变成平地，当地这边只当用简单的技师学着带着下队长的机会，因为疫情甲土石流和道路交通严重受到阻碍，头一批救援物资摊那顶礼拜六才送到位。贵啊，个村里哦，个村里几岁个了个村啊？所以阿爸陪你，我哋哩婆婆哩开车，滴滴呢哟，可是几钱呢？加在国际间车积极伸出援手，美军达只会当随地起降的直升机，也够上百名陆战队员在白高尼泊尔，会去偏远地区进行救援进步。We've got search and rescue teams waiting to go out to the most remote areas. We've got relief supplies, especially shelter.联合国领导救援官员表示，目前救援重点会放在偏远地区。另外，救援物资在加德曼都为机场协调情形已经得到改善，机场起降限制也被影响到救援飞行器的任务。记者从阿布登。今年是立出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有真侪纪念的活动。啊，伫这德国的这达豪有举行了这达豪集中营得到盟军投放70周年的纪念活动。正若是欧洲这么侪这集中营纪念活动内面，德国总理梅克尔一参加的一届。在摄氏15度的气温加落大雨的天气当中，德国总理梅克尔加达豪集中营外来受难者代表在纪念墙头前献花表达哀悼。希特勒领导纳粹党在1933年透过民主选举得到政权，不外久建立一党专政体制。为了关以及分子犹太人一个各占领区的反抗军成员，在巴伐利亚邦的小镇达豪做到第一集中营。而且达豪集中营也成为后来各大集中营的蓝本，包括更有名的波兰奥许维兹集中营。打好集中营迄当阵，并无现场摄到影片流传落来，敢若负责管理纳粹禁卫军 SS 摄到一挂相片。一直到1945年4月29日，美军占领并且解放集中营，才发现悲惨的事实。根据事后统计，打好集中营前后关过28名的犯人，其中差不多43000人因为腰不倒或者是过度劳动破病死亡。Sie alle mahnen uns, nicht zu vergessen. Nein, wir vergessen nicht. Wir werden uns erinnern, um der Opfer von einst willen, um unseretwillen und um der kommenden Generationen willen.梅克尔亚太纪念会演说提起最近这几个月欧洲各地反犹太攻击事件，加伊斯兰国多次凌袭，这种显示当前充满恐怖加邪恶气氛。因为梅克尔也是第一参加达豪纪念仪式的德国总理，德国的犹太人团体认为这是一种族群团结的表现，是非常正面的部分。记者钟海报道。别看到两个正拍拼妈妈，先来看是高雄路的有一个单亲妈妈，伊是负责出租这人板道时阵的这桌椅啊、甲碗盘来请用三个助囝，啊，伊这三个助囝嘛正捌代志，那到休困日就对伊妈妈斗三工出车去斗三工，倒转来了后，也佫有大家也正主动来洗正的出租出去收顿的碗盘，因会做伙拍拼，就是正五万讲，是毋是会当买到一间家己的厝嘞？
五一劳动节，三江人家运送去庆祝，办到苏瑶爷第一请假，但是妈妈林家庆特别无闲，因为三年前翁婿往生了后，伊就靠办到张细个人多，伊也我搬台车养婿查某囝。讲起吼，家己的囝甲安怎歹嘛是好哦，对啦，人讲的天下父母心啊，对一个会嫌家己的囝歹。大爹高强到爹林家前真低调，讲到查某囝口气平淡，又唔过厝边个老叔拢知影，伊生查某囝真不代志，只好家己就主动陪妈妈走办道场，登去找也会主动洗碗盘。有时阵生理好，规家伙爱洗碗盘数量过会超过一万块。爹太得好，国小的第二查某囝林桂芳也好，学校老师提拔做高雄市好地开播，并且引出得奖。他就是他们班的班长嘛。然后就是可能是平常都有在帮妈妈做事的习惯哈，所以在做事方面就是动作很利落、很快速。假期透早六点，林桂芳甲小妹林依华就带伊妈妈去台南工作，并对媒体采访，姊妹两人是真避暑。念过一家伙仔母仔囝四人对家己未来却是真有信心，因希望做伙拍拼赚钱，赶紧买一间属于家己的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下，讲我那是咧做伴读的妈妈，伊是一个后母，啊，伊是甲伊的翁婿甲前母所生的三个囡仔，当作是亲像家己的，啊，照顾了真好。伫母亲前进前，这个成成功后母有哪分享伊人生故事？好心新妇对妈妈一个男一个金，一句妈妈多谢你。我六十六岁，但秀我一世人的辛苦，化作安慰的笑容。我要感谢你三十多年来的一个教育之恩。但秀娥28岁就嫁予做伴读的一个四宝翁婿，在保守年代，马上就做了三个正伫咧读国小、国中囡仔的后母，家己也生了一个。伊全心的付出甲关心，予囡仔有话拢会甲这个后母讲。爸爸是死老婆的，吼、哦，人家都不敢要，为什么我一个少女敢嫁给他？我女儿问我的，他写就是说，一般的继母都是不好，我这继母跟一般的继母不一样。就是说很有爱心，把他们带得那么好。先生一天到晚拢伫外口办桌，家己伫咧做婚礼嫁妆业的陈秀娥，虽然工作辛苦，却是从来无放松对囡仔的管教甲照顾。伊讲读册上届含班的囡仔也是国立大学毕业的，即阵拢成家立业啊。伊也拢非常感谢妈妈的辛苦付出。哥哥长大后不太爱念书，但是他至少也是台科大毕业的。然后姐姐们他们也是都是硕士博士嘛。妈妈的付出，那我们这些小孩，包含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都还算蛮争气的，然后也都蛮孝顺的。台中市提早在母亲节进行表扬369位模范的母亲，这伟大妈妈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物质不好的年代，牺牲家己，专心来教养囡仔。你陈秀娥故事更加是改变后母的形象，赢得囡仔的尊重加满满的爱。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时阵来看财经方面的消息，台股今日开盘是起34点，大盘来加指数9854点。不过因为联发科带头带着电子股做回落，盘中是进度来变恶。不过伫个今仔日举行的主席会了后，联发经济议题金融股是带头盘中又过来变红。早盘因为电子股诶汇兑关系的损失，加上这联发科电世界先进这电子股今年讲财报拢无啥好，啊库存。上过侪，所以这表现了歹。啊，今日东盘全部拢是这业绩袂歹，啊，这配股票也嘛配了真好一挂股票。来看是大巨蛋的工程，即马继续在进行，暗谷伫附近的这双 N 股节的这保存，到达一万无解除遗迹。今日有市员提出开会资料来质疑，讲唔管是这过去侯龙斌的师傅，或者是挂本地的师傅，拢因为调中有内鬼，开始那或者股市一直互人迫害经营，到达拢无法度完全的解决。大巨蛋工程争议不断，边仔的松烟果节出现告白毁损的情形。台北市议员四号提出会议记录指出，去年1月29日市府召开会议，要处理果节出现毁损。不过在还未实际会勘的情况下，市府高层就要求大巨蛋继续完成老地板工程。
今年六月三号，松烟烟塘又搁请去，文化局要求袂使搁再挖啊。第二天，相款在市府高层主持的会议中，又搁推翻文化局要求，爱工程继续进行。市议员质疑，剪掉郝龙斌市府根本就内鬼叠替，远雄来护航。六月四号，我们的吴副秘书长接到市长的命令，到现场去开会，又继续让远雄的工程进行。这不是目无法纪，什么是目无法纪？另外，第九摆会审内底有三摆发生在柯文哲做市长的任内，文化局虽然要求远雄提出修复计划，不过远雄到即阵拢无提案要修复。市议员也质疑，关市府内部相关有远雄的门神。不过文化局指出，市府已经对远雄提出刑事甲民事的告诉。这个部分，我们在4月21号，我们文化局已经对于远雄这个古迹损害的部分，已经提起行政的刑法的一个诉讼。这个古迹是属于市民的所有财，那基于管理机关，我们将也会提出民事的诉讼。虽然文化局提告，不过市议员却是批评市府敢那怕好心，唔敢怕好，因为被告是施工人员，临时真正具有决策权的远雄负责人赵腾雄。市议员要求就把内鬼救起来，监督远雄，才发到挽救属有全民的松烟古迹资产。记者综合报道。梅雨已经来啊，要来看到各地这水情有较好无？先来看是这個台南地区，台南地区刚未来进入第三阶段旱水嘞，水利署是强调讲，即马整个的水情是较乐观的。啊，台南市是毋是要旱水？爱去看即几工这梅雨的这方面有伫南部无？台南水情持续的无乐观，民众所烦恼的第三阶段旱水恐惊会提早来临，但是水利署目前是表示。目前评估水情状况是乐观的，因为旱水的关键在南化水库的抽水量，因部分集水区伫高雄，高雄是有落雨，状况看起来台南的降水压力会小可舒缓。前几天事实上在高平溪的上游有一些雨量，累计到今天早上的话，大概也只赢了5万吨左右而已，所以对水情来讲的话，是只有小小的帮助。而台南市政府针对欠水的危机，上午召开第四次的抗旱会议，同时市长赖清德更呼吁全体市民以无进入第三阶段为前提，节约用水，并且将会把市政府的旱水政策提供给中央参考，全力争取迈进入第三阶段的旱水。那当然，我们今天开会的最重要目的，还是设定在不进入第三阶段的限水啊，做最万全的准备。台南地区将会进入第三阶段旱水的指标，就是南化水库的抽水量。已经据南区水资源局的资料显示，透早7点南化水库抽水量大约为1682万吨，有效抽水率17.17%。而自来水公司嘛管控南化水库出水量36万吨以下，因此台南将会进入第三阶段的旱水，都要看中央做最后的决定。记者温进行台南报道。即摆啊，正需要落雨，就是厦门水库的即落水库好佳哉啊！即啊，天空杯啊，有到三工讲啊，地震半暝啊开始，即雨落较大，有落伫厦门水库的即集水库，应该会当加几啊工的即用水量咯。透早，厦门水库落雨，规个水库崩布。厦门水库集水库七三洼五夜开始有较大的雨势，七时透早雨势变大，底下有关雨势不停。看到水库落雨，民众心情也变好，希望赶紧促销旱水措施。还不错啊，可是就下在有用的地方啊，不要下在没用的地方就没有用了。心情很高兴，就是希望那个水库有进水啊，我们就比较不用限水。在地面，南港增加雨量，为7:30到7:00早起8点，厦门水库累积雨量22.9毫米，一共带来349万吨的雨量。大坝水位小可回升到219.7公尺左右，雨量最低冻时间。厦门水库的水位哈，还是只有在219.7左右哈。那目前的这样一个水位，大概整个蓄水量大概4600多万吨，哦，蓄水率是只有23%哈。厦门水库供水区四月七日开始实施强固停电，三阶限水措施必办一个月。5月12号方便带来雨量改善可观。另外，三阶限水是毋是取消，改看天公伯啊，敢有到三工。这里数也提起目前厦门水库水位是有史以来第三低，加今年降低平均台币减值一档，有关是欠水，所以可有平常爱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是第下金顺委员会今日正式公告了，这翻新推荐第八类啊，就是这医学科一个录取的名单，全国共总共录取750人。来自单亲家庭，自细汉接受家父基金会赞助，到六高中下等方圆课认真上课，翻车推荐通过阳明大厦医学系头一个阶段筛选。只是迄时阵已经讲，就算过第二阶段，应该袂去读。就是因为去念国防，他有公费医生的名额啊，这样子就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的。方圆无去阳明，其他社区高中优秀学生咧拼五个名额，学校发现实力拢真好，只好专业录取两个人。医学系的话，哈，总共提供了有含外加名额，总共提供有149的名额，那其中两个是属于外加名额。那录取的人数的话，总计录取的有150人。翻车推荐，个人申请结果拢出来，无考好的考生阁有登记分发。今年有1864个招生核组，核定名额35000外个，其中150个核组采用音听的鉴定。听障生今年办理那个免音听的这个文件审查，这个一样也是在5月29。整合的算，比如要60%加上囡仔愈来愈少。登记分发名额逐年来减少，以核定名额来讲，101年够52000个，今年剩35000个，拼理想志愿的机会压力其实真大。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看是江启树的外界所注意的主席会，今天会在10:30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来举行。我们在这福建厅来进行了这研讨会谈。这朱立伦是国际界强调，这两化基础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顶端来继续存续两岸的关系。我们强调讲两化好，这亚洲才好。这时阵要甲现场连线到北京，看记者林心怡来做说明。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呢，大家都很关心朱席会，而朱一伦担任党主席之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这3天2夜的行程，陆方也是高规格接待。今天最受瞩目的就是今天10:30的朱席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展开。我们来听听看呢最新的朱席会的现场最新谈话。当前两岸关系处于新的重要的节点上，两岸关系的路应该如何走，是摆在两岸所有政党和社会各界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攸关中华民族和国家未来，攸关两岸民众福祉，需要我们大家认真思考。国共两党应该加强交流，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擘画两党关系发展新前景，共同开创两岸关系未来，建设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好，亚洲才会好；亚洲好，两岸才会更好。也希望未来我们两岸能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推动共同携手合作，我们共同面对亚太地区，在区域的和平、区域的环境保护，或者是区域的经济合作上面，能够携手合作。两岸第一次朱席会呢，朱立伦特别强调两岸好，亚洲才会更好，也当面向习近平喊话，希望能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譬如说像是亚投行、一带一路以及 RCEP 等区域经济整合，而不止在经济，也希望在环保上能有更进一步的携手前进。那以上是现场的最新的情况，我们将镜头交还给彭内。这是感谢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以新北市长的名义来申请带团参加国共论坛，啊，不过在团员的名单里面有哪出现了6个事款，所以今天在立法院的质询这立委会主席夏立言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有哪批评说这是不是已经超过行政的分寸了。
新疆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二号使团到中国参加国共论坛，团员名单中出现包括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局长王美花这六名事务官，有的也是十一级等以上的官员，引发外界质疑超过行政的分寸，违反公务人员行政中立。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四号邀请立委会主委夏立言这官员备询，那也立委质询时，先是倒三工来讲话，因为大家想过放大看这个代志了。大家都用放大镜来解读，那我想浊浊助浊，清浊助清。我们是依据《两岸关系条例》它九条三项里面也有九条四项的规定。另一立委是批评这官员是假休假，真正切办公室。夏立言回应，六位都是受国政基金会邀请出席，也都依照规定来请假。我以后我们省预算把差旅费通通都删掉，都叫国政基金会出钱啊。没有马英九总统的点头受益，这一些人都没有办法成行的。国政基金会方面均会邀请讨论与讨论议题相关的机关派员参加，相关机关人员则系以特邀嘉宾或特邀专家名义获邀出席，并以个人休假方式参与。不过，被问到政府对这摆国共论坛甲主席会看法，夏立言强调，这摆能促进两岸关系，对两岸互相了解有帮助，政府拢是乐观其成的。也强调，对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国标，而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记者孙华报道。对了，朱立伦这次带团出去，有来表示讲，希望两岸的交流会当在九二共识顶端来做发展，希望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加这活动会当更加好。啊，不过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把九二共识国际化，一中这部分有那国际化，就是想要消灭中华民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三号在国共论坛来向对方的官员发威，希望未来两岸交流会当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继续来发展，也希望会当让台湾在国际活动以及空间有更积极的作为。不过，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是批评朱立伦讲的这话是把九二共识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对九二共识的国际化，连面对北京我们都没有个表，就是没有表述中华民国的空间。所以如果未来国际化，中华民国更不可能在国际上面有露出的机会。所谓九二共识的国际化，就是一中的国际化，而一中的国际化事实上就是消灭中华民国。陪同朱立伦参加国共论坛，这天上暗时等来到台湾的国民党另外党团书记长廖国栋是表示，伊亲身来听到朱立伦的讲话，并是安尼意思。廖国栋是批评民进党是过度来解读。他的原意本来就不是这样嘛，哦，言过其实，而且过度解读，啊，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才能够往前发展，甚至去发展的国际空间呢。哪里拢看法这么欢迎说过来对着两岸政策的意见是不同，可能哪里争议是不是九二共识的时阵，过来嘛应该先来对着两岸政策来达成共识。记者张志雄、谢基文台北报道。好嘞，其他消息，即华联吉安分局有一个姓赖的副所长，第一执行即机车巡逻勤务的时阵，真不幸，或者就坠赛车的十波人弄死。想袂到讲有伫个网络顶端有一个姓即酒头的酒的十波人是来写着讲啊，即警察是使用预估，即有哪好其他网友看了真生气，就拿起来网络顶端找这人，发现讲这十波人竟然是即华联地政事务所的青年员，还是对不起。在网络丢警警察秀一个姓邱十波人，家己就是公务系统药品店员。为什么警察出勤后，即阵开车人弄死，一个会当乌白面？事后佫删掉文章，改成讲家己的笑话，互人偷用，连瑞主管做会后下回面。对警察的执行方面啊，各方面哦，有一些出入，还是有一些误解，所以就一时情绪上来，自己个人的情绪控制不好，才去留这个言。到底是甚么关系？被对因公顺治的警察讲歹听话，朋友发现伊根本是家己不因为跋筊，甲早起互人抓到，所以才对警察有敌意，伫帮到楼下恶对峙，这对死者甲家属甚至家己服务单位都造成真大伤害。这一定的啊，为什么他个人行为造成这个社会大众啊，包括县长哦，我们的上级长官，大家都非常生气。
根据资料，约聘七年官涉及查甫人在华人地震事务所服务20年。十年前，因为一张报告早期按福建方以上千班判决确定，为什么这种人可以继续点工，也引起外界质疑？我们地震单位要依据法院相关的这个判决来做这个处理。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没有收到这方面的判决啦。行政院五月初二去花莲县政府宣导空地防盗霸凌，结果报一礼拜就管区员工在防盗不当条件，花莲县长下令随街市偷盗，加上是保管发表任何意见。记者从台北报道。来看到讲有伫个台北呐，靠的山区有一间在北港的私立学校，培养到这北港的人才，提供有兴趣要做北的人一个有做北的机会。清幽的环境，有一座温馨的树篮内底学校，这是怀德基北港实验学校。老师伫边指导，学生专心制作家己理想当中的家具，灌出这群学生对梦想当中作品的感情。我要做一张椅子啊，因为我自己开咖啡店，所以我想要把自己店里面的桌椅换掉，做新的。这是椅子的屁股坐的地方，所以它会有比较曲面的部分。对，那另外这个是椅子的脚。大自然生产木头，然后人类用木头来做一些生活用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体验。能用手做木工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心理上还蛮满足的。每礼拜一天，学生为各地来到北港学校，无经验也因为基础学起，在实作当中学到工艺技巧，对细节的观察也未轻彩。这边的学生是各种不同的背景，因为他们本身跨领域的专业的关系，那他们都带来不同的对木工的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美感的感受，对木工的热忱啊，其实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各种不同的背景，那大家聚集在一起，就在这里的生活就会非常的多彩多姿。北港学校提供对目前有热情的人互相研究、激发灵感的场所，也带动工业学习的风气，是出台湾首座北港设计师的好所在。公民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协商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不少民众是组织起来来举行了这支持还是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民众反对因的首相安倍晋三来改禁这集体自卫权，令这日本捌来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这大江健三郎啊跳出来批评哦。300多名日本兵将在草埔大喊口号，抗议首相安倍晋三必须限扩大改禁自卫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到场参加活动，批评安倍在美国国会演讲全部是白菜话。集团的自衛権も含めて、それこそ積極的な平和主義の世界中で戦いをする憲法というものにするんだと、自分たちはそうじゃない、憲法集団的自衛権というふうなものは拒否する。五月初三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对应该复宪的是修宪。唔那伫条件各党团引起争论以外，日本国民意见也呈两极化。武力じゃなくて平和な平和で世界貢献にしてほしいな。戦争ができるっていうふうに誤解をしている方が多分多く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そうではなくて国民を守れるようにといったその改正がなされるべきだなと。另外，因为日本今年2014年修宪后，18岁国民有投票权，相信每年就会实施，对未来决定国会议员人选也造成不少影响。投票的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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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艾丽莎塞斯摩，伊只有一支脚，啊，不过伊游玩是跳芭蕾舞，向这世界人展现伊正勇敢的精神。
这是美声团体绅士三重唱的上新音乐录影带《晚干》。影片一出，引起外界高度的注意，不是这三位漂漂的男高音，而是影片中这位小白的舞者艾丽莎·塞斯摩。伊八岁，而且就一支卡。艾丽莎说，这首歌的歌词感动了伊。It's about someone who dares to dream。这正是这个查某囡仔的情形。去年五月，伊不幸发生车祸，被卡车搞过，规个正脚为卡头虎以下拢需要切断。不过艾丽莎并无予手术夺走伊上舞台机会。We've been getting feedback saying how inspiring she's been to other kids and other people.摄影新生活也不到一年，艾丽莎在伊的舞蹈教室举行独舞发表会，引起观众的大声欢呼。那讲的就是，这都真厉害呀！看卖这段，伊将假脚提落来，但用一支脚跳舞，伊一个节奏拢无少。To show them that I was still me without it, and to be myself。这个小白的舞者展现的除了优雅，也够勇气。What's your dream? To become an awesome dancer.在现实和梦想之间，只有采取行动的决定。八岁艾丽莎·塞斯摩都是一个活跳跳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是全世界选举交易重要所在。现在在这附近有哪成立了一座这选举中心，有哪成立了这专业的这技术栽培学校，要将这挖选举的技术传承下去，想要来创造出来这选举工业大城。无经过雕模的选择弯角，看起来就甲普通的玻璃同款，需要经过精密的切割加磨金，才会当放出灿烂迷人的光彩。位于马拉干今年三月才拄啊成立的以色列选择中心，聚集了1400间相关的企业，以上先进的电脑设备生产一个全世界每单位标价上贵的材料。מכונה שמאחוריי עושה, מנצלת מקסימום יהלום מתוך יהלום הגלם. היא מאפשרת לבדוק כמה צורות של יהלום על יהלום הגלם, וביחד עם זה היא מסוגלת, אם אנחנו מזינים אותה במחיר לקראת, היא גם אומרת לנו כמה האבן הזאת, בכמה האבן הזאת נוכל למכור אותה.1980年代，以色列有25000名选择挖金师傅，即马只有大约1000人左右。原因是伫30年前，生产成本诱因的吸引之下，选择生产链拢转移到亚洲地区去啊。然后即马产业界又要将生产线搬回特拉维夫。What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now is to bring back the manufacturing back to Israel, because from two reasons. First, the labor in the east went up.Second, we become only trade center. 目前生产线的工厂平均的年纪是55岁。为了避免人才短暂的情形发生，业界人士投资了$1,000,000，成立专业的技术学校，提供免费课程和学界学生参加。虽然并不是绝对，但过大多数学生的背景拢是出身自正统派的犹太教，继续延续这个族群过去几百年来掌控全球选择产业的领先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各地详细温度了。台湾各地温度，北部地区拢落雨机会，温度是22度到25度。来看时势，中部地区同款，那拢落雨机会，温度是27度到30度。
南部地区温度落雨机会温度是28度到32度。南部地区降雨温度落雨机会温度是22度到28度。外岛的朋友，金门马祖温度是21度到29度。以上就是今天的重大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带你来美国看这狗主人带狗仔走小路，我是看文，这是顺心，咱再会。